台中人可以不吃棒棒糖，但你一定要知道郑浩人物。团体五月天当中谁还没有结婚？阿信，正确。台湾男团棒棒糖的团长是谁？阿秋。下一题。阿秋是谁？我想说，你们有阿秋这个成员吗？阿秋很有名，认识。但是你们这些也不知道，认识是、台中阿秋肥儿，阿秋大肥儿，超好吃，阿秋大肥儿，你问。你刚才说阿秋槟榔好了。